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亲手杀了自己三个孩子，如果你真有一点责任感的话，你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三次？你现在还大言不惭地说，你折磨得不行了，你要把所有的积蓄都要给人家，去逃离是吗？视频中被局委老师嘲讽怒对的男子是小刚，小刚来自河北承德，职业是销售。为何局委老师会说小刚杀了自己三个孩子呢？小刚又为何要让出自己的全副身家？小刚今天来节目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各位家人动动发财的手指，长按三秒点赞关注，点赞的家人们今年必定脱单，身体健康，儿子女儿想生什么来什么。我们接着回到节目。男主人公小刚28岁，来自承德，职业销售。女主人公真真24岁，来自山东，也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。我觉得来的目的主要是想跟他分手，因为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折磨我，我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他。小刚一上台就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令人惊奇的是他今天是来分手的。他控诉女友真真对他长期的折磨，现在已经不堪其扰了，想要借助节目组跟他分手。看得出小刚的态度和目的是非常的明确的，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跟女友分手呢？他女友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呀，跟他也挺般配的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，情人夏天有一次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怀孕了，想把这孩子留下来。当时我就没同意，因为在她怀孕之前我们一点预先准备都没有，我怕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不健康会给我们家人以及我们俩造成影响，然后我就劝她，让她把这孩子给做了。女友的突然怀孕让小刚接受不了，而小刚的理由是俩人没有备孕，怕生出的小孩不健康，这理由听得让人感觉接受不了啊！不能因为没有备孕就直接不要了这个孩子吧。小刚的说法明显没有获得现场观众的认可，他的女友更是直接否定了他的说法。照正常，你如果怀孕了，他是不是得特别高兴啊？他回家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公我怀孕了，然后他先是瞪了我一眼，他说流了，我以为他开玩笑，我说我真的我没跟你闹玩，他说流了，当时我心都凉了。如果真真的说法是真实的，那小刚就真的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。按道理，任何人知道自己要做爸爸都是非常高兴的，然而小刚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态度，仿佛这小孩不是他的一样。对此小刚却坚称是不想到时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的。他还跟主持人说了这样一个情况，自从打胎之后他完全就整个人就变了，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。小刚指出，自从打胎之后，女友就变得异常敏感，非常的黏人，总是在她上班的时候给她打电话，而且一打就是好长时间。到了后面小刚实在忍受不了，就直接把手机静音了，等到再次看手机时已经有了几十个未接电话，其中还有几个他妈妈的，显然真真把电话打到了他妈妈那里去。对此小刚生气的说道，你找不着我你给我妈打什么电话，我妈心脏不好。你不接我电话，你妈你不接，我不想让她再继续折腾我家人。后来我也是迫于无奈，然后跟我们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，我回家照顾他。迫于无奈，小刚请了假回家陪女友，这本该是俩人好好相处冰释前嫌的时候，然而真真接下来的做法让人意想不到。吃完饭之后他说，我刚吃完饭嘴里有口气，你下去去给我买口香糖去，但是我们楼下就有超市。我说行吧，我下楼给买，但是他提的要求特过分，他说让我去离我们家差不多有3站多地的一家超市，并且还得让我把那家超市的小票给拿回来，证明我是在那家超市买的。我就去了，您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？给了我2块钱，车钥匙给我扣去了，不让我开车去，还不让我坐车去，让我跑着去，大中午的。好家伙，真真的做法摆明了是捉弄男友，这到底是报复男友打胎的事，还是测试男友对她的宠爱程度呢？不管是哪种，真真的做法都是不理智的。而对于真真这种做法，小刚选择了容忍。但是到了晚上，真真又开始做了。说孕妇不能自己刷牙，得你给我刷。我说好吧，但是我刚拿着牙刷给他刷了，他说非让我用什么指数，当时我懵了。您知道什么是指数吗？让我用那个纱布把这个食指给缠起来，缠起来之后挤上牙膏代替牙刷给他刷牙啊。小刚控诉着女友的种种做法，完全想不到女友怎么变成了这样，难道是爱情让她冲昏了头脑吗？真真却觉得这是男友应该做的，毕竟自己现在是虚弱期，容不得一丝马虎。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就到这里了，小刚说出了一件让她更加生气的事情。还有更可气的呢啊，说是流完产之后也不能受风，空调啊电扇什么都不让用，然后给他扇扇子，扇着扇着吧，我确实也累了也困了，我就睡着了，刚睡着让他一脚就给我踹床下了。不难看出，真真就是在故意折磨着自己的男友，但是她嘴上却找着各种理由去解释。看到这里，
主持人都忍不住感慨，这段经历可以告诉大家，男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。是啊，做事情不负责，提起裤子就想不认人，事情可不是这么容易糊弄的。想必小刚也从女友这里深深的领悟到了。就在小刚好不容易熬完了假期，正满心欢喜回去上班的时候，女友又做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的事情。等我一到单位，他在我门口呢，他说我来给你辞职来了。当时我挺恼火的，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小刚前脚刚到公司，女友后脚就来帮他辞职了。这给已经受了一段时间折磨的小刚瞬间给整麻了。他实在想不明白女友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，而真真的做法同样让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。女生在做也得有个限度呀，过了就不利于两个人的相处了。对于小刚的控诉，真真不以为然，反口质问道：你是想去上班吗？我不去上班我干嘛呀？然后在我单位，舍不得那女人吧，在我们单位又哭又闹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就是因为我的工作，我是做夜场销售的，他就是一直不放心我。原来小刚是从事夜场工作，真真认为男友回去上班是为了外面的女人，并不是真心想要工作挣钱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职业确实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，因为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异性。那么真真说的是事实吗？小刚真的在外面还有女人？就在众人疑惑是不是真真又开始做的时候，真真给众人讲了这样一个事实。主持人你知道吗，在我们好的期间，他跟两个女人发生了关系，而且那两个女人都给他堕了孩子。那过一个事儿，他说的是事实吗？是。真真和男友的对话一下子让在场的人惊呆了，台下一片哗然，不敢相信他已经让三个女人为他打胎了，这不是妥妥的渣男吗？看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真真为什么这么做了。小刚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的，那真真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情的呢？他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还要为他怀孕？这事儿你是在哪个阶段知道的呢？姑娘，是在你怀孕前还是？怀孕前。为什么我要怀孕？这就是原因。我想跟他结婚。不是你傻呀？他都那样了，你还要跟他结婚呢？因为我也舍不得这份感情。真真的话让人大跌眼镜，连赵川老师都大骂他傻。在场的嘉宾老师一脸不可置信，面对这些事情，真真不但选择了原谅，居然还想为小刚生孩子，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想不通。面对大家鄙视的眼光，小刚则淡定地解释道：我承认，我你就算是出过两次轨吧。第一次呢，是我一个女客户，总请我喝酒唱歌什么的，然后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悉了。哎，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咱这出轨过程就别说了，你是想说无意出轨是吧？确实是无意的。好吧，不得不说小刚的做法真是无耻，不但在恋爱期间出轨，还能在节目上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来，连主持人都看不下去打断了他。而小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更加无耻的说道：所以第二个逻辑就是第二次出轨是因为郁闷的时候。对，郁闷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第二个女孩是我的一网友，通过上网认识了，私底下然后也一起出去几次，然后把这些情况都跟他说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女孩也就是挺单纯的，应该是没谈过恋爱，那你也下得去手？是，我是后期发现的，然后我也不想再伤害那个女孩，然后我就想渐渐的疏远她，也不能一下跟人断了。也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突然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也怀孕了。哎，那我说怎么可能呢？小刚的话让在场的观众面面相觑，嘉宾老师更是直摇头。小刚利用了他自身的优势去欺骗一些无知的少女，致人怀孕后又逼人打胎，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让人气愤。主持人更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。看到这里，不少人都疑惑，这样的男人真真为什么不离开他？难道这样的男人还值得原谅吗？正所谓一次不忠终身不用，对此真真说出了这样一个情况。我都替你脸红，那你干嘛还要有他的孩子？你不是孕前就知道了吗？他给我下跪了，求我了。因为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爱他。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啊。小刚的话让现场一片嘘声。不得不说，渣男就是会说话，而真真也是头脑不清醒，听信了他的话，最终才没有离开的。如果不是突然怀孕，小刚应该还能假装一直对他好的，只是他不明白真真怎么就突然怀孕了。而在现场，真真说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真相：这个是我有计划的，因为我想有个孩子以后我可以拴住他了，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，然后我不想让他在那上班，我想让他回我老家，我就这样想的。既然这么，原来真真不是意外怀孕的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，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把男友拴在身边。听到他的说法，主持人都无语了，实在想不明白这女孩怎么这么傻。虽然不理解她的做法，不过既然做了，为什么又不坚持生下孩子呢？她给我看一些图片，畸形儿的图片，我不看，我害怕。然后她又在公司给我发过来，发手机上。
好家伙，小刚的做法真的是够恶心人的，不想负责任就算了，还想出这么恶心的做法来逼迫女友，这样的男人实在是不值得。而小刚的态度也是让大家明确的感受到他是铁了心要分手的，那为什么他拖到了现在都没有分手呢？更是要闹到节目上来。小刚话给了我们一些答案。有一次是我一十多年的好朋友，我去给他过生日，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割腕自杀的一个图片，当时我有点懵了，给他打电话关机了，我赶紧打120去我们家，然后我这边我就赶紧跟我朋友说一下，我朋友一块跟我回家了。回家之后你知道他干嘛的吗？他在那上网呢，涂的是红药水，还有一次他说他喝了一瓶安眠药，总是那么吓唬我。小刚的种种恶行让真真完全没了安全感，每天不停的捉弄男友，只为了把他绑在身边，爱情走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只能说也是一个悲剧。而真真更是直言自己现在这样了，要是跟他分了以后怎么嫁人。在受到了如此多的折磨后，小刚也终于承受不住了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恳求道：现在我求你了，我愿意把我的全部积蓄都给你，主任真的，我的名下还有，因为我自己有一部车，还有几十万的存款，我想全部的都给他，我只是想求你跟我俩分手好吗？你还算个负责任男人吗？你把咱俩感情用钱来衡量。现在再问你啊，就离开他你一定会死是吧？不离开他，嗯，我也会被他折磨死。好吧，听明白了。你以前怎么不这样？你以前还不这样呢，我现在生不如死，我每天都在做噩梦一样，如果不离开我，我肯定会死。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，至少男的心已经不在了。而他们之间的这种纠缠方式也让主持人大呼偏激。那么对于他们两个的问题，嘉宾老师是怎么看的呢？故事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男的就是一个骗子，遇上了一个傻子。为什么呢？男嘉宾，你骗的是他的青春，骗的是他的爱情，你傻的是相信一个骗子的爱情。没有结婚怎么能怀孕呢？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我觉得掉了一个个，男的变成傻子，女的变成疯子。傻子傻什么？你觉得你用你的全部积蓄来弥补这些东西弥补得了吗？你疯什么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然后你就能换回他的真心，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来作为代价。就算你没疯，你也在疯的路上。嘉宾老师的话一针见血，他们两个现在都不理智了，一个傻一个疯，换个角度看倒是挺般配的。老师大骂女生拿明天来赌，这样的做法实在愚蠢，鼓励她应该好好想想以后应该怎么过。而徐伟老师是这样点评的：我这么一句话用在你身上特别好，出来混迟早要好，现在就是你玩火的人自焚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惯犯，习惯性出轨，你在感情方面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让我们听起来都可笑。小刚在所有人看来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说的话在嘉宾老师看来更加是可笑。他那些借口拿来哄哄那些喜欢他的女生还可以，在外人眼里确实一眼就看出他的狐狸尾巴了。曲伟老师继续说道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亲手杀了自己三个孩子，如果你真有一点责任感的话，你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三次？你现在还大言不惭地说你折磨得不行了，你要把所有的积蓄都要给人家去逃离是吗？徐伟老师大骂小刚的不负责任，间接杀死了自己三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这样的人没有一点情感可言。对于小刚的分手请求，老师们是极力赞同的，毕竟帮助女生远离渣男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。而对于小刚要把积蓄给自己的做法，真真是非常抗拒的。对此徐伟老师一语道破了他的想法：你其实就想报复对不对？其实你不是离不开他，你是离不开自己的付出。比如他只值现在只是一毛钱，但是你付出了一万块钱，它的价值是什么？一万加那一毛钱。你现在所有放不下的是你对他的那个付出，包括失去的那个孩子。你是想报复他，但是你同时也报复了自己。你把自己好日子跟他一起，跟他同归于尽，你觉得值吗？嘉宾老师的话讲得很对，真真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报复男友，但是她这样的做法也是把自己给赔上了，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？嘉宾老师们纷纷劝真真放手，不要再执着了，不然最终受伤的还是自己。对此真真到底能不能听得进去呢？他们之间能否顺利分手？最后涂磊老师发表了他的见解：我用惩罚我自己的方式怀上你的孩子，以及天天折磨你的方式来告诉你，花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曲总所说的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但是这种惩罚有作用吗？既惩罚了你自己，而且还交了别人的丈夫，因为他肯定不想跟你在一起。你交来交去，最后他还是会在别的女人手里。
所以说你惩罚一个花心的男人，你首先要搞清楚惩罚的目的，你是惩罚完了之后还要他呢，还是惩罚完了之后就不要他？我怎么惩罚你都得受着，就没意思。除非是说你已经不想要他了，其实你也就没有必要惩罚，更不用怀上他的孩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就这样，涂磊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完了这番话，分析得很到位。那真真听完之后能真正醒悟过来吗？真真神情沉重的不出声，主持人倒是感慨地说道：托多，婚前同居的问题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，女生那么轻易怀孕的问题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不是说这一个女生哦，对男生来说也同样的，女生不轻易同居，男生也别轻易同居。一旦真的发生那点关系之后，可能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没了。赵川老师的话是给了所有男生女生一个提醒，同居是一种确定双方要结婚的婚前相处，不是随便乱来的，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切莫贪一时的舒服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。故事的结果也可以想而知了，男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，他本来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，在他心里或许会这样想，只要能跟他分手，被你们说几句又如何。就在所有人都想着怎么安慰真真时，他的一个做法获得了全场的掌声。在这我还想那个说一句话，我想跟他妈妈说声对不起，他妈妈有那冠心病，我那打个电话我就是心里一着急，其实我没想太严重，然后我希望他也能好好的吧。你没恨的时候，一个人心里没恨的时候会变得特美，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，重新反思一下这一段，然后好好的重新开始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啊，来，请回请回请回，谢谢啊。看到真真能够这么快的放下，大家都替他开心，也希望他以后幸福吧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